什么令的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的马来西亚人，什么令？今天是女二，尾巴怎么讲？哈、啊，对，女二造铁，今日就是要来吃宵夜的。今天是我的朋友去日本爬台湾的，这就是台湾的拉面，是日本的人发明的，听讲是这个日。很久以前的日本的人吼，应该是去台湾吃了台湾的拉面，就参考台湾的拉面来做这个台湾拉面。提供台湾，但是不是台湾的物件。哇，足济包的哦，四包的。即马等这个面熟的时间，就来啉大人的饮料。这个是我去冲绳买的梅酒，囡仔唔通啉酒。啉酒了后，唔通开车。阿妹，我顶在食这个一瓶泡面的时阵是啉假酒，即马哦，这酒味好重哦。即马就来真的咯，来搞我这杯水。哦，袂歹耶。甜的。梅酒就是甜甜的，较顺口安尼。我无介意苦的酒的，我感觉伊只高的这个酒会醉的。感觉我差不多了，太久没喝酒了，一口就醉了。好大酒，我小高嘞，现在就继续抬杠。今日讲政治好了，小英断交。我住伫台湾已经超过十年，台湾的情形，我拢看伫个目睭。干来，我拢看伫个干来。台湾讲实在的，是足艰苦的，亲像边缘人安尼。你才边缘人，全家都边缘人。你看这个台湾人已经受气了，台湾的情形亲像我即马耍的手游安尼。你的手游是啥物？唔卖讲，唔卖可以拍广告，就是有一个足强的军团底下。军团，你这样讲大家知道了啦。唔卖问啦，你家己要啦吼。强权一直在底下，一代的军团拢拍袂过，然后这个。强的军团就一直在武权对其他的小的军团哦施压，安尼无力感很重，就是你一直在往上爬，但是无法动，因为顶管有一个黑麻麻的乌云安尼。这个情形应该会继续落去，可能会愈来愈惨哦。我不是悲观啦，因为我玩这个手游就已经看到台湾的未来。啊、台湾无未来啊！你卖个讲啊！无未来，军团无未来啊！唯一会当改变的机会，就是有其他的强团，台湾会当跟其他强国去合作啦。没有人敢合作，因为闽南而已啊，今年。大家卖灰心就对了。听吹落去，紧嘞！喂，来，阿贝，你在那边开心什么了？阿贝怎么了？他很激动。他很激动，这个你也喜欢？对。这就是肉酱感。在台湾打拼是比较艰苦的，工价低耶，你不要这样。但是你的薪水够少耶，真的是有够少。我觉得用筷子，我心情很差。为什么？来，我帮你搅。来，不要，每次都你帮我，你休息吧。我知道你很累了。哎，哇、哦，好香哦！你这样烫耶，有麻酱，感觉像蛋仔面耶。有一点耶，所以一锤去夹喽。台湾的拉面。没有加蛋呢，我妈，我不吃生蛋。嗯，咸咸加咸咸的，不行，这太咸了。这个面不是拉面，就是一点啊大大的泡面。这个拌嘴嘛，袂歹，真的有一点蛋仔面。对一个泡面来讲是袂歹的，但是卖收咸，好不好？还买到吗？买不到，亲像蒙古烤肉，蒙古是白白条的，赶快来种类。要不要加饼？泰国是买不到的哦，虽然。台湾的薪水不是这么高，但是我感觉台湾人很团结，台湾 number one 安尼，像上届周子瑜的代志差不多安尼，就是台湾人实在是蛮团结的。台湾的好处就是伊的居住环境较适合养老的，最近马来西亚嘛是足大的改变，我的家乡已经换政党咯，希望马来西亚有愈来愈好的未来。未来，未来是体育台哦，还是电影台？未来怎么讲？猜啊！未来，今日的台湾拉面维修就到这，因为我的微单已经过热，我发到跟大家抬杠咯。OK， 继续七点七零，拜拜。